大鱼，我的脚全湿。我们要吃这间很久没吃，到底怎么念啊？叫丁味厨房吗？这间很好吃，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吃了。都没人我们在侦探。那不行我不知道，以前学生很多呢，没关系。我们坐比较边边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先拿菜单。好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两位吗？两位。好，三请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。哦，对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坐后面一点啊。对啊，还不会。这边有一股潮湿的感觉，下雨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。好，那我先点我要的。椒麻鸡炒高丽菜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这个是椒麻鸡啦，这是高丽菜啦，都弄错。我想要一份椒麻鸡，然后我要一份炒空心菜。啊，你要什么？青菜点了一份。对，你要再多一份吗？要。要。我们先点一份，不够再点啊。好啊好啊，它青菜多少钱啊？80块。80块。先点一份。它有啤酒啤酒45块。哎，有小菜，看你要不要小菜？小菜可以。小菜有什么？这家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以前生意非常好，可是我们好久没来吃了。小菜有大西豆干、小黄瓜跟皮蛋豆腐。小菜都是多少钱啊？都是35。加气锅鸡是什么？不然就点点看，哪边有气锅鸡？气锅鸡，小的还是中？小的气锅鸡哦。嗯。我看一下小的气锅鸡在哪里啊？是酸木瓜气锅鸡吗？它就只有写。我不确定哎，还是你要问他，它是酸木瓜气锅鸡。它有香菇气锅鸡啦，应该就有。这应该可能是汤吧。对，我在想也是。有可能。那我吃酸木瓜，它会长内内。好。祝你，那要不要点一个小菜？他小菜有大西豆干、小黄瓜跟皮蛋豆腐。我不喜欢。你都不喜欢哦？凉拌鸡丝啊。可是我们已经有两个肉了，这个已经是肉，这个、已经是肉。我觉得我肉没有不够多，就椒麻鸡可能一点点。椒麻鸡多少钱？我看一下。我想要吃一个凉拌的米线。好、啊，不然你就凉拌米线啊。然后呢？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带钱啊？凉拌机，我没有带钱，我有带钱，我的钱包的钱。最近够不确定够不够？刚刚买 Subway 我拿1000块，然后总共200多，已经700多块，应该够吧？够够。然后呢？这样就好，不要再点了，钱不够。凉拌机师，你还要点吗？凉拌机师，我不用点啦、啊。如果你有点面，就不用点。我觉得先这样，我们先看怎么样再决定。好啊好啊好啊。我们是第一货。好，给你去点好不好？还是？给你去点，我拿一下相机的脚架。钱给你了，你去。我不要啦，你去。不想动了，你去。你真的很懒惰哎、欸，你。真的。讲话。把我留在这里。把我留在这边干嘛？洗碗。洗碗，老板不会要我的，我的动作超级慢的，好不好？拿给你。多少钱？等一下，你让我弄我脚架。他记得打桶边。发票记得打哦，谢谢。好，你负责看相机，我去结账。我负责看大家的留言。好，去结账。相机放这哦，我去结账。应该照得到，我去结账。好。是学生哎、欸，我刚刚说我刚毕业，没有啦，你不可能，不敢讲，他不敢讲。我跟他讲说不是，然后他说等一下吃完再付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等下钱不够没关系，旁边应该有提款机，是不是？那你应该跟老板说，老板因为我钱我不确定够不够，我会先给你，我先算一下这样，你会跟他讲。
不过在旁边领，旁边有 seven。对啊，在领就好。他学生可以那个打凭证优惠折扣啦。那我拿我女儿，他会发现吗？我拿体验拿一定百分之百发现。他不是算，他是有的就差10块啊，还有的便宜5块。好，谢谢。你是觉得凉拌没错哈？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你想换购？这个不晓得，你看一下，应该是类似椰奶，我老婆最爱的椰奶，一定会喝光光的椰奶。西米露啦，有人不喜欢喝西米露。所有的椰子产品我都不喜欢。你真的很挑食耶，包括化妆品，连那个西米露其实我不会挑食，只是我现在碳水吃比较，就是尽量少吃。你总共吃了多少钱？老板没有讲。不是从今天开始可以买口罩吗？对啊，6月1号开始可以买口罩。可是大家应该家里都够吧？我觉得啦。就是我们其实大人都不用再买，就小朋友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家口罩应该可以1-2个月吧，至少。就小朋友。对啊，其他的话，雨又下大了，雨又下了，千万不要全身脚全湿，脚全湿。今天鞋子那个烘干起来应该超臭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价位跟大概的东西，它那个过桥米线是。我点了一个凉拌的，因为有点热。160，然后小锅米线是120。凉拌米线是70，巴巴斯是95，然后反正它价位都在100。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看起来超消暑的，这个70块，反正价位你就抓100块左右啦，然后还有小菜啊什么的，就那种云南美食的那种感觉。你为什么把香菜挑起来？你这样子不行。哎、欸，这个吃起来好消暑、哦，我觉得这个好有那个，像凉面的感觉。对，像凉面，泰式凉面。你看他对我很好吧？之后这时候才会想起老公。你要不要酱啊？他旁边有酱。这已经有酱啊。哦，就是他那边有那个调味酱啊，有辣椒啊。看我们吃什么再决定。对，试看好不好吃，好不好？来吃看。那以前你有跟我来过吃？这个汤匙为什么这么形状？你有跟我吃过这间吗？有啊，还有跟马一起来的，生意那时候很好，那时候超好，爆炸好，假日都假日啊，对啊。可是是不是学生不爱吃这种东西？它价位还是它太贵啊？嗯，价位不是便宜的。好吃吗？哦，好吃哎，真的好吃，你一吃下去就觉得。别人还会喜欢吗？会，真的好吃，你下次带他来。对，真好吃，真的，你吃看看。好不好吃？讲实话，真的好吃。就是是很真的很适合夏天吃，就很消暑的味道啊。这我女儿超爱。对，我们还有一个酸木瓜汽锅鸡、跟空心菜、跟椒麻鸡，还有3个菜。好吃啊，真的好吃。是不是你还可以带走？他们等下如果要饿了再吃。这个面应该不会。这个还好，这个不会坏掉。对，这个不会弄坏。对啊。嗯。我再吃一点面。好吃哎，真的好吃。今天雨真的超级大，好，菜哦，补充一下，好，谢谢。新菜不便宜，可是看起来超新鲜的，看起来好吃，对，看起来超新鲜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它青菜虽然这份是80块，可是这个真的
很就是看起来是很有挑过的啦，然后又很情侣，看起来是好吃的。你要不要青菜？我帮你加一点青菜。没有，你先吃。我先吃啊。嗯，我把这个发一发。是两个外带，没错。感谢。吃一下青菜，给大家。这看起来就好吃，有那个家常大锅。嗯，真的很好吃。它青菜啊，就是调味没有很重，可是就是还真的还蛮好吃，很新鲜。你在发下大雨的 IG 哦。嗯，然后刚刚运动的时候收讯不太好，还没发出去。是好吃，对啊，阿金菜就是新鲜的味道，炒得很好，就是也不会太老，也不会太那个，可是没有便宜啊，80块，可是好吃的青菜，嗯，空心菜跟地瓜也真是，我每次很怕吃的时候有那个土味，嗯，它不会的。生意好像好一点点，因为我们不是很早，我们是6点多。理论上应该要生意不错。对啊，可他真的开超久。给大家看，我们在吃，还在努力中。现在时间是6点，应该7点要接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吃完应该要赶快去接小朋友。应该6点32。吃一次回去看过。对，吃一次过去吃。来，其他要等一下下哦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它这看起来很好吃，就是看起来。很多，还好你没再多。对，其实我以前开始喜欢吃叫麻鸡，就吃这一家。小时候很小的时候，它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好吃。还好你没多点。对。去看看辣椒麻鸡，它这个应该不止一只鸡腿，应该有2只了，看起来。哦，吃就知道。你咬下去就知道了，它是一种椒麻鸡鸡腿也要现炸的概念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超醉人啊！对，很好，好吃，就是它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这香菜我就帮你吃掉了啦，就不勉强你了。送你啊，不客气啊，不客气。
那椒麻鸡我记得不便宜，你记得多少钱吗？150。可是好吃，真的现炸。腌菜你不喜欢吃炸的，所以我就多吃一点。这个辣椒就比较辣。我讲豆豆啊。嗯。我这礼拜好像要去做，好像是这礼拜。服务这么久，就是希望这最后一道菜赶快来，然后他不会真的都不来。想说看一下酸木瓜气炸锅长什么样。他们也是现煮的，他那么煮。来，起锅。对，好。对，对，谢谢。这个再帮我们收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没关系。来，小心哦。试一下，好特别哦。看起来很好吃。像一个炖汤哎。先看看好不好？哦。肉蛮多的，对啊，是鸡汤。啊，我以为。它那个木瓜会是有一块一块，就它是一片一片。一片一片的、啊。我比较想要是一块一块。好吃吗？它这应该是现煮的，才会那么久。对。我觉得很不错。很不错哦。虽然他今天生意不好，但是家还是蛮好吃的。可是他其实算贵。他就以正大学区应该算比较贵啊，可是东西就是真的比较好吃。他喝起来很像那个，就是他就是酸酸的水的汤、我喝看看。我妈的菜。我妈一定很爱这一种。他肉都给进去了。嗯。那这碗不便宜吧？100多了。嗯。好喽，我们就拍到这里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餐。等一下，鸡肉好吃吗？还蛮好吃的，那都鸡腿啊，也没有再给你什么不好的。拜拜。